那个，我不是说我今天去胡之穴吗？胡啊、哦，你要讲胡之穴的故事哦。就是、啊，好啊，你讲胡，你来讲胡之穴的故事。因为今天我是我的大学同学，他带他的朋友一起来看一级玩家，然后他的朋友就是一群，就是一群宅炮这样子。然后什么东西？我们在看。对他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就是一个他妈的宅炮。对，然后我们就哎。那在看电影之前还有一段空档，就说啊，带你去一个神秘的地方叫胡之穴，然后后来他们就说，这个是一个专门卖那个同人志的一个书店这样子，然后他是从日本过来开的，日本本来就有胡之穴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去，然后一进去我就先被震撼到了，因为一大门、啊、一进去震撼到了，这是很糟糕的地方。一进去，不是糟糕，就是大门一进去旁边就有好几个柜子，然后柜子里面都是那种漫画风格的画，然后被表框装起来放在玻璃柜里面、然后还有标价说这幅8000，这幅10000这样子，我想说哇塞，然后他们还说这有一些是要拿来竞标用的，我想说，我靠，这种画同人志已经画到可以竞标了这样子。那画那个画的是一个叫 Tony 的画师。据说如果 Tony 干嘛？这什么意思？我台北物语我没有，不是啊。好，继续。然后继续，你们有人很对。他 lag 了，我 lag 吗？怎样？你们刚刚听到哪里？没有啊，就一个 Tony 的画师。Tony。喂。等我一下啊。要讲虎之穴高潮的时候就。Hello 各位，我差不多19点晚了，先关掉。好，晚安，拜拜，拜。好，晚安啊，拜拜拜。我刚刚讲到哪里？你们刚刚讲到哪里 ？Tony，Tony，Tony， 就是 Tony 是一个很有名的画师，地雷画师 Tony 啊，超有名，空之色，水之色，哎呦，原来大家都知道啊，我都不知道呢，真是的，拍卖，有，好，然后再转过去另外一边就是很多。就是很多书嘛，很多同人志，然后就有一整面墙的毕业楼的同人志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哇塞，果然是同人志的世界这样。然后不过因为我其实对这种轻小说还是漫画不太熟啊，所以同人志对我来说还好，我也不是腐女嘛，我也不看毕业楼，所以我就直直的。走到店的最深处，就是18禁专区。他们的18禁专区就是外面用那个大大18禁的布这样盖起来，你要把那布翻开来，这样走进去。然后里面就是大概有2-3柜的18禁的同人志漫画。好可怕！对呀，这听起来就觉得很可怕的光景。我天哪，这样。而且我觉得最奇妙的是，就是。在里面，然后你在逛一个18禁的漫画，然后旁边同时也有人一起在逛，然后还有男有女。因为对我来说，你可能看 A 漫啊、看 A 片是比较私密的事情，顶多跟好朋友在宿舍这样子小看一下。但是现在你是在一个公共的场合，然后公然的去逛那个去看，然后把它拿起来翻，然后看看，有粉红色的乳头这样子，就是这是非常奇妙的一种体验。好，我有问题。那如果你在我图那个美术馆里面看着那个李布兰啊，然后或者是梵谷画的裸女的时候，你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吗？通常啊，我以前去美术馆啊看裸女的话，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觉得说，这是艺术，然后大家也是在欣赏艺术的，所以没问题。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我自己想要看裸女，但是我知道旁边的人是想要来看艺术的，所以我觉得很自在，很 OK， 不会有人吃破我自己来看。可是我坦白说，我一直都觉得很多那个现在你视为艺术的那个，他们当时在画的时候，其实是很、是有投注肉欲的那个情况在里头。对，对，有，对啊，对，有道理啊。只是因为我们逛那个 A 漫专区，就是感觉就是。
欸，很直白的就是这些就是色色的，然后你就是因为色色所以你在这边逛，很奇妙。然后真的是里面什么有巨乳的也有啊，然后有平胸的也有啊，甚至还有小女孩的那种漫画都有。然后因为我不是这个圈子的嘛，我并没有看动漫或轻小说，所以就很多都认不出来是哪里出来的。我大概里面认得的就只有《新世纪福音战士》的 A 漫跟光之美，哎，那个美少女战士的 A 漫，这样我认出来哦。就是，然后其他就是看哦，你们这个封面露点哦，哦，你们这个有打马赛克没打马赛克这样子，然后就突然有一种，天哪，我在那个同人志 A 漫的世界，我是刚出生的新生儿这样子，我才刚开始在认识这个世界，然后就非常开心的每一本都拿起来看这样，然后那里面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然后它应该是不知道是床单还是毛巾，它就是一个动漫的女性角色，然后等身大小。哦，你现在才知道这东西，这是抱枕啊，抱枕套啊。哦，对，就是等身长的抱枕套，它就是给人家抱的啊。对，然后他就是露奶露阴毛，然后就觉得对，就是然后就是会给东西啊，就是把他塞在抱枕套，然后他就可以跟他躺在一块。对，然后你就可以抱他这样。哦，我想说，哇塞，果然是不一样的世界。这还蛮常，这还蛮常见的。哦，因为我是新生的人嘛，这样子。新生。不过我不敢在家里面摆这东西。我觉得这太可怕了，你知道我的那个矜持还没有办法达到这件事情。就像之前大侠有聊过说那个什么，就是你可以买那个 Tenga 那种东西，天哪，这种东西被发现应该太羞耻、太可怕了，对，好吧，对，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障碍了，对，好吧，对，然后跟我去的那个也是宅宅嘛，所以我就非常兴奋的问他一些 A 漫的事情，然后就问说，哎呀，怎么有一些 A 漫他呢会有那种把性器官的地方涂白有没有？或是他用黑线遮住，有一些没有。哦，他说你去问这个问题吗？就是我问那个宅朋友。天哪，这个是非常出街的问题，我也知道的。好，你说吧，啊、你解释吧。然后他就说，哦，因为在日本的法律上有规定说那个东西要遮，但是你在这边会看到有一些没遮，是因为这些同人志他们很多时候都不是经过出版社，他们是自己画完之后自己找人。就找人出版这样卖，所以他们是没有这个麻烦的，然后他们就可以非常大胆的直接把器官画出来这样子，因为他们一开始都是画器官的啊，欸、对 对, 對，他们通常都是在画的时候可能会有审查，然后就是很象征性的，就是会把它涂一条画一条线啊，对啊，對有力就是审的比较严的，就是这整可能真的涂整个都涂掉了，或者是把它喷掉，那對有一些就真的就是我曾经有看到好像有现场直接在那边画的。就是有人已经在审查，你这批过不了，然后他就直接拿签字笔开始一本一本的在那边把每一个东西画一画这样子。是是是，对啊 ，OK， 对啊，然后那边还有啊，天哪，郭伟毅，你妹妹送这个东西，送等身抱枕给你，妹妹怎么那么懂你啊？你妹妹人真好，真是不愧是从小偷玩你 H Gen 的人这样子。上次他讲那个笑话的那个什么过往，这太惊人，你知道吗？真是知道会很想死，你知道吗？不然下次请妹妹送你一个 Tenga， 对不对？你们干嘛这样子啊？这是很丢脸的事情吗？因为我有时候看那、看他们说那种什么类似 Tenga 那种东西啊，是按照什么某一个女优哦，对啊，不是 Tenga 那个就是名气嘛，叫、名气。然后我想说哦，所以意思是说，我们也可以有人去量身定做名气这样子。所以就可以你想要量身定做你什么名气吗？就例如说，你假设跟你的女朋友那个分离两地远距离恋爱，你就可以去定做一个女朋友的名气。其实那个什么，你讲到这件事情，那个还有更进阶型的发展。是这个在那个 Big Bang Theory 里面曾经有做过类似的笑话，知道就是接吻啊，他们是拿接吻啊，他们不是拿那个性器官。是那个接吻，这样就是，透过无就是蓝这个是那个什么网络技术，你知道吗？就是那种网络，然后
他做了两个那个一个嘴巴这样子，然后你可以透过 WiFi， 然后或者是什么，然后比如说你跟这个假人舌吻这样子，啊、对，然后这个讯号传到另外一边去，你就可以跟另外一个你的可能是那个是你的女朋友，然后就可以跟你舌吻，你们可以远距离那个什么，有感受到那个舌吻这件事情这样子。我听到的消息是说他们已经要去研发性爱机。就是远端性爱机器，对，对。不过因为如果舌头这种东西舌吻可以，那那个性爱应该也可以、啊，也可以，对、啊。对，但是后来这项计划被终止了，因为他们被查出说他们透过这种科技去收集人家的那个资料，这样子，收、啊、集你的你喜欢的姿势啊，干嘛的，去收集大数据，所以被弹停这样子。我觉得这件事情。现在只是被暂时终止，他以后一定会有人做的啦。就是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哦，色情的东西永远都那个什么走在最前面。哎，对对对，没错、啊。像什么之前 VR 也是一样啊，立刻就有 VR 的色情游戏出来啊，对，也有 3D 啊，对不对？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不要去想说进得了，一定会有人做。对，然后。为什么？而且话说回来，又为什么不行？虽然他这个禁止，他其实跟那个隐私权是有关系啦，嗯，知道吗？但这只是一个，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借口，你知道吗？人是有需求的，其实还不错啊。你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你要连线，结果你女朋友可能刚好没空，那就可以把女朋友的那个身体的那个动作，你现在想的都很纯洁，你也有可能可以跟那个，可以跟某 AV 女优啊。对不 对, 对？只要有那个的话，对，而且或者是你可以跟一期直播的主播，啊对耶，对啊，然后这件事情一定道德界限一定会变得很模糊，因为你没有真的跟他做爱啊，对，有什么不行呢？对对，基本上其实在互相自慰而已嘛，对不对？你这样想说一说，就是这就是电爱跟那个口爱啊，或者是那不是电不是口爱啊，就是电爱啊，或者是那叫什么网交吗？网交或者是那种。打字的那种有没有的那个的进阶啊、嗯、对不对？是有可能会的虚拟性爱，对，那你这样想一想，如果说不定可能爸爸有用啊，或是妈妈有用，你就可以也把、啊、你在说什么妈妈的资料掉就是、哦、好，你指的说这个到最后会变成一个那个什么，对啊，乱伦嘛，对，但是没有啊，没有真的、啊，但他是真的乱伦吗？没有，这是一种道德型，就是一个精神性乱伦，这很可，就是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吧？对啊，好吧，那就要看你自己的那个精神那个什么承受能力嘛，对不对？对对啊，这个你要看每个人他自己喜不喜欢做这种事情嘛，因为我觉得好啦，你到这边的话，其实这个道德观点其实也是很模糊啊，因为你没有真的跟他做，哎、嗯欸，对对 对，但是你在精神上受了有这种事情吗？对，这是一种精神上出轨嘛，对不对？那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回到那个什么，之前不是有很多女生讨厌男朋友那个看 A 片嘛？啊，以前常常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可能对女朋友来讲，这是一种精神性的出轨嘛？啊、是，因为你在看，他会觉得说你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想的是那个，你在想我，想他。哎、欸，对对对。可是对于男生，常常会很疑惑说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对的，因为他没有真的跟他做爱啊，嗯、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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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啊，这个我刚刚是，对啊，想到说，以前不是有个笑话嘛，就是有一天姐姐跟弟弟做完了爱之后，嗯，那个姐姐就跟弟弟说，嗯，你比爸爸还厉害呢，然后呢，弟弟就说，哎、欸，妈妈也这么说呢，那以后这种笑话就可以真的成真，这很可怕、哦，我天哪，这个没有，不过在那个什么宫口本有没有里面其实。常常有这种可怕的故事，这样。但是，哎，我不晓得这跟那个什么禁忌是有关系的。就是你越禁啊，然后其实探索这种事情的那个欲望其实越加的强烈，所以常常会有这种乱伦的故事发生啊。对。但是我也觉得这也是有趣的一个点，就是在我们现今的社会，乱伦当然是不被容许的。嗯。对，但是在古代其实常常有，你知道，就有时候什么庆上加庆啊，有没有？就是那个几等亲以外的。这样，嗯，对，那，我觉得有种某种，现在台湾是五等亲嘛，对，啊、但是你知道，在某种情况，你会你就会发现说，近亲结婚其实并在那个我们的那个文，就是
数千年来的文化当中，它并不是一件根深蒂固的那个禁忌，嗯，知道吗？只是现在他们可能会用遗传学的那个标准来，哦，这样不好，对。但是如果有办法解决呢？那你有没有办法去解？你有办法反驳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好了，这个啊，禁忌话题，你知道？然后哎，所以那个半明说你支持乱伦哦？不是啦，看，绝对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跟你讲啊，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在看那个宫口漫的时候，在看小黄本的时候，我真的还蛮喜欢看跟妹妹的，你知道吗？我也蛮喜欢看跟姐哦，因为你有自己有妹妹是不是？我没有啊，啊，你没有妹妹？我没有，我只有弟弟而已。对哦，对，可是我觉得可能因为这样，所以对我来说这件事情可能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其实只是在想一个很虚幻的事情，我并没有真正的姐妹。你知道吗？所以我不会有那种感觉，对。但是虽然我觉得妹妹本跟那个姐姐本身基本上有一点点，我自己曾经去想过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流行这种东西，你知道吗？一方面可能跟那个日本他们的文化里面那个近亲恋爱的故事其实还蛮流行，对，源氏物语之类的东西，或者是那种他喜欢上他妹妹之类的那种。源氏物语应该不是吧？是光源氏计划，那个是从小养到大，跟不太一样。对，那可是我觉得现代的姐妹本会红，可能我觉得姐妹本啊，还有母亲本会红，可能是因为你日常生活可能跟那个什么陌生的女子真的很难有对话，很难交流，所以你在某种情况下。你比较倾向跟你亲近的人发生关系，对，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啦，对，我不要看地本，我不是同志，请不要这样子，一想到这样子我就觉得很恶心，妈的不舒服，好不好？妈呢，不要这样子，这不舒服，不要一想到就会软掉，你知道吗？一想到会软掉。以前那个以前有一个那个漫画。那个我记得蜡笔小新在连载那个漫叫动感啊，你知道周我忘记是动感是月刊还是周刊，它里面常常会画一些非常边缘禁忌的那个的漫画，里面有一段就是在讲一个那种很喜欢恶作剧的奶奶，你知道，然后里面就是在讲他孙子喜欢那个，就画到一段是他孙子在打手枪，在看 A 片打在看 A 书打手枪这样，然后那个打然后就哦。就以下一页来结束吧，结果他翻到下一页，然后啊惨叫，他说：“阿妈，你不要把你照片放在里面。”然后阿妈就会说：“哎、欸，你不觉得很美吗？”我觉得那个真的，我觉得那个梗真的超好笑的，因为就是你在情欲高涨的时候，请不要做任何会煞风景的事情，你知道吗？就瞬间萎掉，你知道吗？这超不舒服的，不要这样子。天哪、啊！我说要朗读小黄文的计划，你们没有翻，你们没有寄给，你们没有投稿啊！你们没有投稿，我就没有什么小黄文可以讲啊，对不对？上个礼拜有人提到那个什么，就是可以让我朗读小黄文的计划。哎，对啊，你们欢迎大家，你们有什么东西可以投稿来就投吧，就是直接去我的那个脸书粉专，对，你可以丢那个讯息过来，对。好啦啊，讲到这个，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我们的那个深夜黄话题，可以那个的吗？这样子你们还能够接受吗？我真的要讲吗？你如果会推，我就讲啊。我有什么好害怕的？我就是百无禁忌的男人了、啊，对，就是最近接到了之前那个去年接到几个案子，还是在讲那个宗教的，你知道宗教故事集，然后讲某师父的那种那个什么转生前的故事之类的，对啊。你看我这个那个什么很宽的，我的口味很宽的，对。OK， 好啦好啦、好，差不多了吧？那个什么，今晚差不多了，欸、能变啊嘞，就这样子吧。那、差不多了。因为陈佑，我一直听不到你声音呢。对，我听到了，听到了。我刚刚忘了开麦，刚刚忘了开。对，打人。天哪、啊，就想跟接触说、不要不要不要。好啦好啦，感谢大家今天哦，到两点了、我们其实又讲了四五个钟头了，好像。对啊。好啦，晚安啦。那个时候晚安了。对，希望大家今天晚上睡得安稳、对，今天特别试了一个蓝色的色纹，知道吗？对，今天比以往都还要蓝很多。
你想听醋大念这题材，对啊，那就请去收集先给我这样子。对，但不要讲太长啊，因为讲太长其实不一定有感觉，你应该是要挑那种很劲爆片段之类的，对啊，极短片之类的。OK， All right， 那就希望下个礼拜有这些东西可以看啦、啊。对啊，对，希望有下个礼拜有这些题材可以念啦、啊。好，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啦、啊。对，晚安啦、啊，拜拜、哦，拜拜。感谢您的收看，喜欢的话欢迎订阅频道哦。